主料，蛋黄三个，蛋白三个，糖60克，橙汁59克，油18克，鸡粉60克。辅料鲜奶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蛋黄与蛋白分开，分别装在两个容器内，装蛋白的容器要无油无水。蛋黄内依次加入糖、油、橙汁，搅拌均匀，将低粉渗入，搅拌成蛋糊。蛋白分三次加糖，打至实性发泡状态，分三次混合蛋白糊与蛋黄糊，将混合好的蛋糊倒入烤盘内，并震出气泡，把烤盘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烤箱中层上下火175度20分钟，烤好后晾凉，把蛋糕片卷成卷，放入冰箱冷藏定型。奶油打发的用，把定好型的蛋糕卷摊开，把打发好的奶不同抹在蛋糕片内，两头不要抹留1厘米，再卷成卷，放入冰箱定型，定型半小时以上，拿出切片或块食用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装蛋白的容器与打蛋头都要无油无水；二、混合蛋白糊和蛋黄糊要切半；三、打蛋头与奶油要放在冰箱冷藏后再打发，如果室温较高，需将奶油隔冰水打发；四、切出好看的表面要切一下，擦干净刀，再切下一次；五、如果用淡奶油冻汁，需要适量糖再打发，直至本身含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